你快起来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强，帮我把遥控器递给我，在这儿。来，帮我把这锅刷了。你，哎呦我的妈！喝点水，其实这个钱就是你的。哎，开玩笑，你看你气的。你看这不还有700吗？在我这儿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呀，来了，老婆来了。又安息了，睡觉没有安。娘呢？57摄氏度，体温错误。快！怎么了？嗯，我你给我收起来，您这个看看，再不晚了，再不晚了。お前に勝つ。誰なんだそれは。お前だ。違う人だ。うるさいわ。妈，你的垃圾是什么？我们玩个家庭游戏。拼什么？咱们就玩这个，分到多少拿多少，好吧？下一位，开始。等一下，玩个游戏要公平公正，再说都是我们的钱。时间到，下一位。玩完了，钱我们可以拿回去了吧？我还没玩呢。老弟，我刚刚陪老爸喝了2杯，老爸给了我一个红包。咦，真没出息，一个小红包你就给。媳妇儿，今天周末。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必须。要不你们也去吓吓老妈？想都别想，赶紧滚！你们去吓一下，今天一天我就不打扰你们玩游戏了。老お前に勝つ。誰なんだそれは。お前だ。違う人だ。うるさいわ。生日快乐，媳妇，送给你。不想开去了，麻烦死了。你打开，这里面东西你绝对喜欢。开开开。
你给我看看，快点。爱你老公。哎干嘛去吧？我没反应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盘点小杨哥的欠揍日常。哎，这样，阿姨，来这个啊，是吧？好。这样啊，盘了盘了啊，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说，嗯，喊他们两个猪。那怎么行？一个是我老婆，一个是我女儿。咦，嗯，扔，扔，啥？打开，打开。滚！嗯，逗老妈，老妈，逗老妈开心，逗老妈开心。哎呦我的妈！嘿兄弟，你不给你媳妇的闺蜜吃一点啊？嗯，你要吃吗？滚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好嗨哦！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啊！这个味道太舒服，太……这年轻人，我操！放，嗯。好好，这包子你们一人一个，这么大，我做的是你们一人一个的，三个啊，一人一个，你看，这也太少了吧，太少了吧，啊，不是，这个是夹了个菜食，你看这有菜，然后你们一人一个鸭蛋，看到没？你的呢？啊，你的鸭蛋呢？你不就菜吃啊？啊，我这个不用，我不用，我不用，我这不用，我这个，你看，啊，真是，哎呦我的妈，说，阿姨，你想干嘛？啊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没有好东西。你看，这个是唐朝的玉，看到没？这是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就是说传给最重要的人，所以今天给您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特别的贵重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 ，C 罗呀。C 罗？啊，什么？奥特曼呀。奥特曼。啊。唐朝奥特曼。Run。老爸，老爸。这是我买给老妈的礼物啊，你送给老妈几百块，你逗老妈开心啊，送给老妈。打开打开打开啊。哎滚。好好。哎哎哎，来试一下嘛。老爸。老爸你别生气，你也有礼物啊，我给你买辆跑车，走去试一下。老爸马上就出来了，马上你就能看到你的车子了。哎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这声音，哎呀，炸吧，炸！哎呦我的妈！